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 OK， 下面我就是神魔之塔，然后我们这一周出现一个新的关卡，叫做挣脱狂者的支配。那这个有两个，一个是请力相争战逆级跟点燃争端入门级。那入门级的话，他的队伍是指定的。为什么没有声音的？好，那没声音。好，然后其实我已经挑战过入门级挑战两次了，然后我已经打到一张卡。那如果入门级如果挑战三次的话，三次成功会送你一张，直接送你一张技能等级是五的。然后如果权力相争占领级的话，如果直接达到 S 级的话，评价是 S， 那就会得到卡片是满等的等级。那你只要是 S 级的话，它官网上面有写说有 C 级、A 级、B 级的样子。你只要是 S 级以下的奖赏，通通都会拿到。我记得一个是蓝灯的造型，不过战力级因为我队伍还没有找到适合队伍打，我已经打了好几次了都失败，太烂了。然后，所以我采用最安全的方法，就是打入门级。那入门级怎么打呢？应该大家都会了吧？入门级要弄那个最后一关的幻视，因为幻最后一关的话，它有两个阶段。等一下啊，没有音乐。哦，有了。好，因为最后一关会有那个叫什么？好，它需要九个火符石跟木符石。那如果没有怎么办？它左上角会有一个虚幻符号。等一下我会测试给大家看怎么用。好，第一关就很简单，只要手消三 combo、五 combo、四 combo 就可以了。一二三。四，好，不可以用叠珠哈，叠珠不算手消哦。好，五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。好，入门级真的算很简单的，非常简单，随便别人都可以打过。每一关都会随便，然后这一关的特殊技能的话是每回合以指定位置开始转动，然后在指定位置结束转出才会发动攻击与回复。意思是说从这边绿色漩涡到红色漩涡停止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就像这样，这样就可以有回复力和攻击力了。 OK， 好，再来。好，这是回复力，五回合内回复力减少 50%， 然后回复力减少 50%， 然后我的技能还没跳。震天心中可以把附加技能给消除掉，不过我还没有，七力还没跳。哎呦，这个先不用转新珠，不过都不用太担心啊，入门级真的很简单，算是送卡片啊。不过要会转，因为第一次玩之后不会转。然后这一关的话也算简单。哦，转珠的时候会有问号珠，所以大家小心一下，应该还好啦。你消了四康博都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哦，要五康博哦。好，真的不行就开技能，技能不要浪费，因为最后一关会重置技能，而且技能CD都很短，不用怕。转出不该卸转的。好，再来也是要无抗波。OK， 这个会造成麻烦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点青春把附加效果解除。好，这个就随便转就可以了。好，真累死了。OK， 好，有火油是因为右边的防御率很高，所以用火油直接把它打掉，无视防御力。然后直接攻击左边就好，因为它是共生状态。共生大家知道吧？不用我再多说明了
Nice， 哇，随便天降。好，最后一关，最后一关有两个阶段。OK， 第一个阶段是图形腐蚀。好。好，没什么注释，我直接开。这是谁啊？真田幸村。啊，好像不够，糟糕，找不到，糟糕，还好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不够，啊，绿色的。没有用啊，没有转到，先补一些好了。等一下哦，哦，还好救了命。好，这关要注意一点，不然就像我这样。技能用太快了，而且还没转到，这应该可以的。一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七个，然后要转化一点，各位，不然像我一样手残。基本上你只要两三 combo 应该都可以打死他了。对，两三 combo 就可以了，三 combo 应该都可以。好，所以重点来了，这一关的话，你要弄幻变空间。然后怎么用画面空间很简单，等一下弄给大家看。一定要开老人，就是移动腐蚀不会直接消除，任意移动啦，讲错。然后这关要消除左翼火腐蚀或以上或木腐蚀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先开技能，其实你不用开技能打也是打零啊。我们先开它，这是谁忘记了？好，真田幸，哎，好，真田幸村，啊，火又是火不用开。然后再来是织田信长，然后再开火爱，对啊，是火爱吧？啊，他是赛车，对不起。OK， 好，之后呢开老人就可以了。好，来我示范给大家看哦。你要转的扶持啊，假设你是火扶持，经过这边再回来，应该经过这边就会变木扶持了。所以左边同理，你只要拿不同的不是火扶持那一个转过去，它就会变火扶持了。OK， 来。像这样就有了，有没有？然后这样已经够了。好，这样已经够。你不怕的话，再装一个龙克好了。四康博一定会打，一定打得死的。哎呦，所以这个算简单的。一开始我不知道怎么用那个幻域空间，所以我一开始死好几次，太笨了。OK， 好，这不是重点，目的是怎么打关卡就好了。总之有个烂的，那滑鼠实在是很难用，因为我是用模拟器玩的，我手机不够力，玩这个很容易就当那个手机很容易热。那你打入门级有机会会掉是那个卡片，几率性掉。好，你只要通过三次，好，你就会得到奖赏。啊，奖赏是等级是五。啊，你看又得到一个了。那你就辛苦一点，如果你这个那个最难那个关卡打不赢的话，就用这个方式打。这个方式最简单的，我们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。太多奖赏没拿了，哎，我拿了吗？哎，然后他直接放到背包吗？哦，放到背包、哦。OK， 好，技能是五，所以看一下武田信玄。好，这个、大家自己看吧。好啦，这个方法是最快、最保险的、最安全的方法。好啦，
喜欢影片的话呢，到影片图左下角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换到左下角的红色小方框按个订阅，旁边铃铛记得打开。那希望让我粉丝按的赞，也追踪最新消息，谢谢大家，这期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